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竹鼠，看看有没有打架的，有没有受伤的，有没有游弋的。来，这边就是今天刚清理干净的，在地上很干净的。看一下，你看小胖，小胖那个大胖怀孕了，小胖一个人在这里，好孤单的。像游弋了一样，哦，给他发个小老婆，哦，要游弋喽，游弋了很惨。哇，这个身材，他这里有肚腩的，很漂亮的。来，小胖，给你做老婆，看他不打架，不许。你看现在小胖，哇，小胖现在又胖了，现在胖了好多，干嘛不老实啊？小胖他又咬我了，好凶，哎呦，他差点咬到我，看，他肯定不喜欢被我抓，他一直在挣扎，在挣扎。外面下雨，放心了，去不了河边。对，把它放下去，不听话。你看，上次被那个大胖咬的，现在就好了啊。一个疤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呱呱现在都瘦了，我又发了一个老婆给他，发了这个老婆给他，因为西西怀孕了，就怀孕了，我现在怕他犹豫。他的犹豫的话，我就会发了一个老婆给他。看一个呱呱，起来！你看这个呱呱，瘦了一圈了，有点瘦了，看到没？多吃点哦，长肥一点哦，不能的话，真的瘦了啊！你看这个呱呱，你看，哇，它的肉质。它的肉质肯定很好吃，哇！你看，一点肥肉都没有，你瘦了。一说你的肉质，你干嘛在老挣扎？没事的，摸一下你的小肚腩，啊，你吃肥点哦，不然你很危险哦。那就，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大胖就在前面，这个。你看这个大胖，哇塞，大胖越来越胖了呢，好重了，现在怀孕了，大胖，大胖好胖了，还有揪起来，你看大胖像个球一样，哇，我都抓不住他了，好重。现在怀孕了，不要去拎它，也不要去提它，好好养胎，生个大胖儿子。我们再去看一下小白和西西，躲在那个角落。我们过去，你看，这个小白，你看小白，我一抓它，它老是在挣扎，它现在毛都有点黄了。没有那么白了，可能年龄的问题，他两个老婆也有问题，不一定。哎呦，我咬我，不能咬哦。你漂亮，你看他的指甲，好长，这个指甲。还是我盘我干嘛，我也盘你。下去。我们看一下西西，你看现在西西一个人住的单间，
又有香草，又有竹子，多爽啊！啊，不要咬我，他现在怀孕了，我们就不拎他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都找了一遍，都没有打架的，受伤的，忧郁的。